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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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嗨，大家好，我是 Sia。我今天非常突然的开了相机，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很久很久没有拍一整月的 Vlog 了。我有个系列就是专门记录我一整月的生活，如果还没有看过那个系列的可以点这里看影片哦。那今天为什么我突然化了妆呢？因为我有个朋友他要从台中来桃园找我，来住我家，然后就要先出门跟他吃饭碰面，再带他来我家。对，我要先整理我家，因为我家太乱了，我怕吓到我朋友。那我等下整理完就要出门咯， Go！ 出门前来喷个香水，这罐香水是我最近超级超级喜欢的香水，它是一个韩国的小众品牌的香水，它的品名跟味道我写在这里。对，反正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像超级喜欢，疯狂爱上这个味道。我本来今天想要走路去，但因为下雨，我就想说算了，所以还是叫车。阿妞，阿妞，今天来吃拉面，可能是桃园人自己都不会想要来排的拉面，因为真的太多人。你有吃过吗？没有啊。那你的桃园的朋友有吃过？他说要排很久，不想吃。那我们今天就来吃吃看。好，那我们今天是7号，现在应该是24号。我从10号的时候开始等，真的的，对啊，超久。我从公园特别来吃这间拉面，希望很好吃。专业拍食物，好像很会拍。But I'll go to war, cause I don't play bad with you.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好吃吗？好吃。出门几点呢？现在下午快3点，想要出门，两个睡到饱的人。I can't fall asleep.I just lay in my bed wondering if there's anybody Or if I was born to be lonely I've been trying But I'm burned out from my feelings Setting fires just hoping that you'll notice me Oh, I'm standing out in the... 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哪？洛杉矶路。没错，我们是热爱走路的人。热爱走路穿什么？要拍我穿什么鞋子啊？我穿那个鞋子走路哎、欸，很强哎、欸。对，要走20几分钟。过马路，太阳好大。那你可以慢慢走吗？可以啊。哦，你好漂亮哦。哎、欸，那个坐不太好看，再重来一次。那就自己剪辑哦。好，进去。很美耶，我后面就可以当你的员工。好玩吗？就是散步人可以来的地方，然后还有拍照。没错，我们拍了很多照，里面的店很少，大概4间。他好会拍照，他帮我拍很多超好看的。真的吗？对，好开心哦，超级无敌世界开心耶！拜拜。我今天收到了果果包裹，所以就想说来开箱给你们看我3月买的什么。这个是无调味的乳清，这个也是无调味乳清，但它是分离的乳清。我最近都喜欢喝无调味，因为无调味你就是可以加在各种饮料里面，或是各种随便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加，不会很奇怪的味道。又是一包无调味，对，没错，就是这么喜欢喝无调味，每天都必须喝。剩下的就是一些零食，这个是鲜脆可可的燕麦脆片，是我最近超级喜欢吃。我觉得所有燕麦脆片的口味里面，鲜脆可可是最好吃的。如果还没有吃过的话，我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去吃吃看。这个是果果跟健身工厂联名的威化饼，是新口味浓韵焙茶。我觉得果果的威化饼一直都蛮好吃的，就各个口味啦。那如果以前的口味来说，我也是最喜欢他们的巧克力口味威化饼，他们巧克力的零食都做得蛮不错的。哦，对，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夏威夷豆无调味。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吃坚果，但夏威夷豆是唯一一个我还可以接受的坚果。好啦，没啦，那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也欢迎你们去官网逛逛哦，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ET987 可以打折哦。
早安各位，今天我起了一个大早，因为我要去市区找我朋友。Here we go, jealous of all my friends, they've got it figured out, I don't。因为我最近要减肥，所以我就想说要增加活动量，打算去跟回来都用走路的，这样我就总共走了一个多小时。嗨，你都没看我，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我感觉就是你，什么叫做感觉就是我？你想要找什么？你说一下。Seventeen 的娜娜兔，你帮我找。耶、yeah, ，你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没错。耶、yeah, ，我们去找够。我们现在因为找不到我们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间光盘哦。超强的，到底多想要？我要是很想要的时候，我看到当天就会来了。但是我有克制，好吧，我找你一起来。找借口吧，这个人。他上次跟我去光南，一次买几张啊？四张哦。哦，三四张。三四张专辑，就为了抽他想要的人，然后还抽不到。How was my life? Everything I feared running. 他都没有人是在订什么会？我怎么知道呢？我们来吃乌沙松饼耶！ Yeah. 所谓减肥人的食物啦啦，看我很乖吧？这是怎样？看这个，谢谢这种，那你吃，今天陪我吃饭。我就是觉得你不会抽到，才没录你啊！你说你抽到什么 ？A 响，哇，这支哎 ，A 响超扯。难怪我今天想来抽，运气来了，这给你。耶、yeah, ，我赢了！耶、yeah. ！我现在要来淘宝开箱。这么大，啊？为什么他给我两件？两件一模一样，哎，是直接买一送一吗？为什么？这个也是衣服，这小小不知道什么。每次买淘宝都是买到后来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什么。哦，这个是我的手机的挂环，挂在手上的那一种。这是我买的随身的小镜子，它不是蓝色，它是银色，只是它用塑胶膜把它包住了。我的牛仔长裙，这应该是我买的衣服，这也太可爱了吧！用小盒子装起来的小戒指，长这样是很多个小爱心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超可爱。这也是衣服，因为最近已经要变春天了，所以我就买了一些衣服。哦，这两个超级可爱，是毛茸茸化妆包。可是它比我想象中还小哎。这是卡比，这个是库洛米的，这是我要送我朋友的。我是卡比，然后它是库洛米。钱包不见了，又一件衣服，再来一件衣服，这也是衣服。这这么大是什么啊？我忘记了。哦，这我就不打开了，因为这里面全部都是棉花，软软的。我想要把我平常在抱的那只大象里面的棉花换掉，换新的棉花，所以我就买了一大包棉花，准备要塞到它的身体里。那今天的淘宝就开箱完毕，欢迎这个月来我家第二个客人。Yeah, 我们现在要去全联买东东，我们要煮饭，够健康吧？他要煮了，我没有要煮，你煮，我煮给你吃。耶、yeah, ，谢谢。我们今天要煮泡菜炒饭。你要吃什么菜？青江菜或小白菜。你怎么都选一些我平常不会吃？真的、哦？那你平常吃什么？我平常都吃菠菜跟……菠菜我吃啊，我最喜欢吃菠菜。菠菜。你也喜欢吃菠菜吗？嗯、啊，菠菜炒饭。哎、欸，我们有一起最喜欢的蔬菜，对啊，我有一种在拍恋综的感觉。那个恋综的，你的这个怎么样？可以啊，好像就买完了。这么迅速，买了个牛肉，然后买个菜。你要买零食吗？好啊，要。我买一点点就好了，一包会不会太咸？一包还行，一包不会太咸、啊。这个超好吃的，我个人很推荐。可以捡到吗？可以啊，至少安慰一下自己。可以，耶、yeah, ！吃双麒麟，超可爱，是蒙布朗造型的，我们要走回家的。完成，看换成。早餐套餐好咯。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出门！我们刚才在拍那个 Easy 的跳舞，终于要出门了。我们要去吃东东，然后等下去拍一个很酷的拍贴。今天第一天开。But right now we just dancing in the basement.Got inside the basement. 我们来吃红鱼咖啡，它蛋糕感觉超好吃。来吃布丁，它布丁感觉很绵密，就是好吃的那种布丁，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最喜欢的千层草莓蛋糕，我最喜欢的千层草莓蛋糕。是幸福的味道，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超好吃，有一整块的草莓。接下来吃这个巧克力戚风蛋糕，那巧克力里面有加酸酸的果酱。谢谢，拜拜。现在外面突然下大雨，我们被困在这个咖啡厅里面了。你们觉得要选哪个选项 ？A. 直接冒雨冲出去。B.等到雨停，请在留言区选择。我们来拍一间刚开的电梯拍摄，耶！看是这个爱心的，然后就是这个耶，然后我们要去拍。And she going drive me to the fucking mall. She like Rachel Bird. Yeah, 好像真的在搭电梯哦。对啊，好可爱啊。Kiss appalling, how could it she just like starling? So pull me. 啊，好可爱哦！透明的是不是比实的可爱？对啊，你觉得好 Q 哦，好赞，好可爱的透明哎！第一次拍透明的，好酷哦。对啊。Step one,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two.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four, fuck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